大家好，我是大家的臭脸。我们今天是要继续我们 study me 啦。我们就话不多说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明天一样是打雷下雨，然后今天的运气好像也是不错，好这样。然后今天会教的东西是 omelet， 好像有学过的，忘记了。那我们就走吧。然后有一个信件 ，Let me see your name. Last time a Georgia team member found you. 不是吧？送我回家1000块。天啊！好坑钱哦！这公司好坑钱哦！等一下，送我回家1000块，你敢信？送我回家1000块，还是说是送我回家1000块？这是哪门子的坑爹公司啊？等一下，天啊！就讲，我这一生跟你有仇了，我跟你说，可恶！为什么？1000块哎、欸，也太贵了！等一下。好啦，我们就先不要理他。虽然说起他，感觉有点啊，好坑哦。话说钻石，哎，可以给哥姐的，那我先给他好了。还有这个，全部都先丢进去好了，应该没东西了。然后这里，这个，然后这个，好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。那我们再把垃圾给拿去回收掉，垃圾回收，好 ，OK， 走吧。然后今天七点，下雨，下雨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好像有东西可以收，我看到了，这个，好，辣椒跟那个番茄。天啊，我差点就要忘记了酱膜了。哎，等一下，这个我们可以丢，丢，应该没有了吧？这里丢好了，这样子就 OK 了，走吧。然后我们今天就先去看一下那一个资历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需要帮忙的，还是什么鬼的。然后我们再去找那一个 Sebastian 的老妈，对，还是要找 Sebastian 的老妈。然后跟他说我的房子想要那个扩建这样。然后今天是下雨天，我们就去挖矿吧。十点吧，我看一下，今天是 Willy 的生日。Willy 喜欢什么东西啊？Willy 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很好的问题耶。不知道耶。Willy 会喜欢什么东西啊？奇怪。我先回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好的。Willy。啊，这个好的。Hot paper jelly。我呀 ,Willy 给他鱼好的。感觉给错鱼的话就会爆炸、欸，但是他喜欢什么鱼啊？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鱼、欸，怎么办？算了，我就给我身上有的东西好了，因为我完全想不出他会喜欢什么东西，算了，走吧。给石头也可以啊，有没有？没有啦，开玩笑的啦。给石头会爆炸、啊，我就看我身上什么，我就给什么吧。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他会喜欢什么东西，就对了，走吧。哥哥，下去找他。那我们顺便收一下我们的东西，这样。Let's go， 这里。然后我们就先看一下海边，为什么海边啊？海边有什么东西可以捡？哦，我看到你啊，有粘土。那我们看一下，好像没东西捡，可恶，不是吧？也太糟糕了。那我们就看一下，你会喜欢什么东西啊？我试试看这一个好了，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。A birthday gift is very kind of you. I love it. Yeah, 他喜欢，那就好。那就好，你喜欢就好。我还担心说你不喜欢我就爆炸了，有没有？走吧，然后我们就先去找 Sebastian 的老妈，然后我们就直接去那一个哪里吧，直接去那一个洞窟，然后看一下能不能下到第几层这样。因为我觉得说我们必须要下去找 Frozen Tear 了，然后还要找一些肉，我们没有肉哎。话说回来，我们好久没拿到肉了。我们还需要一些的肉，不然的话，那一个什么，我们那一个鱼竿都没有东西可以放了。
那我们就走吧，先上去找那个 Space 的人了吗？哇，又要花钱了哦，1万块。哦，有，我还担心说我没有带到木头。想想一下，对吼木头，看一下哦，有就好，走吧。有在，对啊，帮我一下好了。好，贵死 Space 啊！好，讲话就好，走吧。先去，哦，又打来了。先去洞窟喽，然后我们看一下我们能挖到第几层，挖到第几层？对，挖到第几层？希望这一次不要再卡在一个59层啊，好讨厌哦！除了很讨厌以外，我想不到其他更好吃的。对不起，走吧，55。哎呀，好。哦，他跑掉了，好远一个地方。让我先杀掉这 slime。哦，快来好吗？快点呐、啊！好烦哦。走吧，先挖再挖，看一下有没有东西。有，走吧。然后先打掉这 slime。好，有，走，57，57，这里，58，好，等一下，哦，我差点就要中招了，等一下，好，你走开，哦，那个幽灵的史莱姆嘛，感觉好酷哦。哦，你好烦哦！哦，有幽灵史莱姆。哦，他打我好痛，先打掉他。哦，他不会死吗？等一下，哦，有，这什么鬼啊？又来了一个好酷的东西吧？第三的这样子吗？OK。走吧，虽然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又拿到一个看起来好像蛮酷的东西，这样好了，啪，有，蝙蝠又来了，那个是蝙蝠吧？哦，速度好慢哦，等一下，这把不行啊，速度会变得好慢哦，好。那一把不行，那一把速度会变得太慢了，我快受不了了。哦，这里耶，你看，我看一下这里，这里有一条路，倒过去应该可以拿煤炭。每次都是这样，果然，然后被拿掉了。难道说我是回去我之前的地图这样吗？就我上一次走过的地方这样吗？不知道哎，走吧，下一层，然后又要继续打矿。OK，Let's go。然后打这个打掉，来吧，给我下去60层吧，拜托，不要每次都是让我卡在这个地方，我卡这地方卡几百年了，我都不知道了。我要下去，好，OK，没东西，没东西，没东西，好。好多只哦，好，走吧，没东西，不是吧？不要这样哦，好，蝙蝠又来了，走吧，这条路好长哦，为什么？然后还有这个大石头，好难打，有，然后一大堆的石头。不愧是大石头，等一下，走吧，来了，看到你了，来，OK，Let's go。Oh my god，讨厌的东西来了，好，哦，要来就快点哦，好，
来来来来来，还有谁啊？快点啊！可是很忙的啊。有，来来来来，都来都来都来，要来就快一点好不好？好，应该没有了吧？没听到声音了。还有，来了。你们也太烦了，等一下。哦，这边哎，下去。但是我想要进去里面看一看。OK，Let's go。好烦哦，蝙蝠好烦哦。好，走吧。这样子。然后用这一个。好，走。Frozen Tear 有了两个，还掉两个哎，好爽哦。打电话吧。对，我就看到这边有这一个，所以我才要进来。好，蝙蝠又来了，他们的烦躁已经到一个很可怕的那一个地步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看一下哦，我们可以把这一个给吃掉，然后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个给吃掉。这些丢下来没关系，好 ，OK 的，有，好，没东西了，走吧。哦，又来，哎，你们好烦哦！不是我要说，烦躁感已经到了一个神的境界，有没有？走吧，上去，我们的第六蛇城有啦，叮。这什么鬼啊？四到十 critical power level 9的 dragon， 但我感觉没什么用的说，而且我被绑满了。好啦，就拿这些啦。虽然说我妈不喜欢这一种类型的就对了。加加加加。哦，这边又能钓鱼耶，真假的？这里能钓出其他鱼吗？我觉得应该不行吧，应该跟以前一样吧。要看，好吧，一样，算了，以后再来好了。走吧，我们先上去第六蛇城了，然后我们又要先去找一下 Sebastian， 我不知道他在不在，去找一下他，然后把东西给他好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下面才对，应该还没关吧？我记得九点才会关门，对不对？我先把这个给他。然后一个要放弃那个 community center， 对，然后底下各位观众就说：“吼、哦，你都不放，然后一在那边，你要睡觉了，真假的 ？”I really love it， 然后敌人呢？你喜欢就好。我还可以再跟你讲话吗？不行，因为今天跟你讲话了，好难过，睡觉吧，孩子。然后我们就先回家，先回家，然后把那些一些有的没的气的吧的东西给丢掉，然后明天要把一些东西拿去卖。这也要丢了吧？这个放我身上，我也不知道拿来干嘛了。然后我们也必须要做多一个那个仓库的，有没有？不然的话，我们的背包啊什么都要开始要爆满了。天啊，开始爆满了耶！走吧，先回来。噔 ，OK。然后先把这个丢进去，超麻烦，拿去。然后这先放进来。我看一下，这个丢，丢丢丢，这不是丢这里，这丢，这丢，这丢，应该没有了，还有，这丢，然后这一个放进来这里，应该没有了，还有。这个，没有了，这个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这个，然后这一个，这样应该就 OK 了吧？哦，对哦，我今天好像还摸摸机耶，没记错的话，摸一摸，哦。不能摸了吗？好难过，哎呦哎！
好吧，那就 OK 了。那我们今天的实况也差不多要结束了，没有错啦。今天做了什么？今天就把那个矿坑挖下去了，然后今天也过了那个 V 比的生日，这样。好啦，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实况就先差不多先到此了，没有错啦。如果需要影片要看更早的数据，继续我找我的更新影片。那我们下一集，等一下，我丢。然后我们下一集呢，就是要先去，我们下一集要干嘛？我想想，我们下一集的话就要再去挖一下那个地坑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这一个。因为我发现到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已经是可以完成的，但是就是差这一个这样。我们就看一下六神一层建下去会不会找到这一个，然后我们就把全部东西给放进去这样。然后我觉得我们今天的时光就先差不多先到此了。如果喜欢影片啊，看看再继续。其实最近有找我的更新影片，然后今天应该是赚了1000多块吧？对，1000多块。好啦，今天就到此了，睡觉，加拿大。